今天我们到海里捕了两只大龙虾。今天我们来吃两只大龙虾，波士顿大龙虾。看这只，头都比我手还大。我们先从这个位置把龙虾打开，哇，吓慌了。肉质非常的紧实，这个虾非常的新鲜。哇，这块肉，哇哇，大家赶紧让我来趁热品尝一下，如此鲜嫩，很滑很。